虫、打牌、陀螺、监狱、捉迷藏，总是你想得到的、想不到的，我全都会。怎么样？要比什么？做好全盘皆输的准备吧！哈哈！龙天下独尊一斗。一斗善用双手剑，神之眼元素为炎，普通攻击为至多四段的连续挥砍，在第二段、第四段攻击命中敌人时，会获得特殊效果“乱神之怪力”。在释放元素战技或进行冲刺后的一小段时间内，伊朵的普通攻击连击段数将不会重置。长按进行重击时，若拥有乱神之怪力，则可进行不消耗体力的荒龙逆加杀斩击。好，接下来将大家看看伊朵的化身形态吧。释放元素爆发罪恶鬼王伊朵轰灵后，伊朵将化身怒目鬼王，使用鬼王精髓棒进行战斗。化身期间，有什么烦恼，千万不要埋在心里，来和我说说吧。